协会第七届第三次会员大会会议开始，现请主席介绍来宾以及有会代表。各位会员大家早啊，大家早。那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啊，各位会员能够在播后前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会员大会啊。那可能在此啊，非常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啊。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啊，那今天我们有例会的一些贵宾来啊，那首先我介绍的话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上级指导单位啊，那县政府那边特别的，那你到那个我们县政府农业发展局的郭成全副局长，还有那个中华爱理协会的王东雄理事长啊，桃园县锦鲤研究协会蔡正富蔡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前理事长李永华啊。在我右手这边，这边的话，啊，第一位是那个我们前理事长陶思林啊，陶思林啊。第二是我们的创会会长吴访辉啊，吴理事长。再来是我们中华爱理协会前理事长吴文清啊，吴理事长啊。旁边年轻的帅哥的话，是我们那个财经网的网友啊，林正正啊，主席致辞，来麻烦各位翻到大会手册第二页。那我还是按照往例的哈，那个来念过一届，好好，那谢谢。哦，你给是哈子呀？各位贵宾啊，各位会员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啊！今天又是一年一度会员大会的日子啊，同时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在这里庆祝。国运昌隆，而协会在各位里监事干部会友的同心协力下，能创造更美好及壮大的未来啊！谢谢大家。指导机关长官致辞。做到这样一个配套，那我们现场在整个一个现在的推动下哈，那最主要在我们。中华爱理协会的理事长王东雄啊，王理事长。王理事长，上级长官，各位友会的理事长、创会长，还有各位友友，大家好。看到那个王理事长和领导有方哦，我们各位要多多协助，大家多多的踊跃出庭。因为我个人哦也是比较没有那个像王理事长那么，口才好，请多多包涵啊。我在这里在，是代表那个新竹市经济协会，因为我们那个第七届已经改选，有那个李立伟李学长，感谢各位，那他以后时间也会叫你们贵会来，拜访，谢谢，感谢谢谢啊。我仅代表我们桃园县锦鲤研究协会来参加这个盛会非常的高兴，尤其是看到我们大家都是同好祝大会圆满成功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今天的会员大会也新逢了这个我们这个协会呢成立以来20周年的一个会庆，那么在这边特别感谢所有的贵宾以及各位敬爱的好朋友，这么长期的为我们锦鲤协会的一个鼎力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
那么同时感谢我们前理事长李永华先生，还有黄世英先生以及现任的我们黄理事长，在锦鲤协会那个质地这么优美上等的这个锦鲤来作为一个封面，那么它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，所以我这边你们两个尽量发一直的速度跟行驶，可以去五分补，有没有？啊，可以去五分补啊。我们在决定，要访问哪一些会员，定下八月份锦鲤研修活动，一样是以监事会再提出来讨论时间、地点以及主办人。第六项，十月份，秘书处主办。第七项，十一月份办理第七届当税与成果发表会，啊，关于这个成果发表会的一个实施计划以及呢，时间地点也是由李监事会啊，我们提出来。